假如上班有年度报告，今年你一共摸鱼250天，通常在打游戏、看网剧。你最爱干的事是带薪注册，在厕所待的最久的一次是2小时。你一定很喜欢那里的氛围吧？今年和老板说过3000次“好的”，但骂过他20000次。往家里带过60包卫生纸、40支笔和1盆绿植。你最难忘的一天是8月23号，和同事在办公室吃瓜到凌晨。第二天还申请了调休，属于你的角色是超级摸鱼人。